什么是恨？什么是爱？你爱我吗？不管你有任何危险，不管你遇到什么困难，我随时随地都会愿意为你冒险。季考公子喜欢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一江，我很喜欢你，你可以不选择我，但我希望你能快乐。我只能把你带到地狱，知吗？知。现在寡人心里的恨远远超过了爱。吴更，我愿意用我的命做赌注，换回你本该拥有的善良和快乐。殷商气数已尽，不日将生灵涂炭，特命你前往朝歌，顺应天意，将殷商尽快覆灭。怎么感觉有一副皮囊跟我的生辰八字是一样的？这副皮囊我要了。你是谁啊？你想干什么？冀州侯苏护之女苏妲己，兰心蕙质，聪慧过人，特着其进宫陪王伴驾，不得有误，钦此。我见有脸了，渴望爱情却又得不到爱情。我认识的妲己不会爱慕虚荣，不会为了一己之私而放弃爱情。我心里的妲己已经死了。杨戬，让我再问你最后一句，你是要天听还是要我？我这一走不知是生是死，我不能毁了你。我邓婵玉既然认定你了，那便生是你的人，死是你的鬼。我即可向一江起誓，天地为证，从今以后一江就是我即可的女人，我一定待她好，绝不辜负她对我的一片真心。我只希望那个妖怪千万不要伤害你，千万不然我就是死也不会离你。我很快就可以把你放出来了，以后好好侍奉大王。我的心里只有季考一个人。寡人就是要做这么一个感情用事，一个为爱而生为爱而死的人。我现在要做的就是保护自己爱的人，保护他所拥有的一切。若敢用法力对待凡人，走天桥。不要，咱们走着瞧。你要置我于死地，我也绝对不会放过你。尽管放马过来吧，咱们两个是好兄弟，只要你一句话，上刀山下火海，再走一次。今天我就替妲己报仇。你要杀我？你是妖怪？难道妖就没有爱情吗？臣妾是一切罪孽的第一，求大王杀了臣妾，臣妾死了，一切就都结束了。你在我心里面已经死了。我现在只是一个魂魄，今后不管我是生是死，你都要好好的活下去。为了他受了那么多苦，独自一个人默默承受，可他呢？他却心心念念着另外一个女人。妲己是狐妖附体，而并非背叛他的时候，我才明白，我才是那个横在他们中间的人。只有你做了大王，才能够平和一些。
心爱的人，我从来都没有爱过你。我何桑认定的人便是我一世夫君。寡人宁可负天下，都不可负他一人。季考，你还爱我吗？你用你的命也无法挽回你想要的我了。